员炎亚纶遭到网红耀乐指控涉嫌偷拍不雅影片，台北市妇幼队今天上午约谈炎亚纶到案，炎亚纶在两名律师陪同下到案说明，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针对指控，你想要说什么？小心头，小心，拜托，小心，小放啊。说几句话吗？谢谢关心。他想跟耀乐说吗？请问这个耀乐合作有纠纷吗？没有，小心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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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点近了，不要再。谢谢你的，谢谢。慢慢来。慢慢来。慢慢来哦，不要注意安全，拜托。这边有一个哦。来，我们要往这边。是的。录不到了。我已经。我录不到后面是长的。后面已经要到马路口了。哎，这边。来，我往右边走。啊！人潮。会不会很担心？因为现在有人说不止一次，很担心啊。不要乱猜。根据了解，为了确保炎亚纶到案，是有妇幼队的公务车来载送炎亚纶。而当时炎亚纶遭网红耀乐指控，炎亚纶曾在记者会现场向耀乐两度鞠躬道歉，虽然坚称没有违反意愿，不过士林地检署随即针对炎亚纶涉案部分，在上个月21号主动分案调查，将案件交给台北市妇幼队侦办。由于怀疑炎亚纶拍摄的不雅影片，受害者不止一人，警方稍后也会前往炎亚纶住处以及其他的相关地点同步搜索，预计会搜扣电脑、平板等相关证物过滤查证。而今天警方传讯炎亚纶到案说明，炎亚纶也在两名律师陪同下到案说明完毕之后，案件妇幼队将会函送地检署侦办。